我们尽快就坐好，我们要开始上课，谢谢。啊，这节课一样由我们潘良华潘议长演讲哈，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啊，睏得好无？好，即届有较大声吼。啊，那初级班第一届来，伊睏无好个吼。啊，我已经习惯性过晡就睏袂好，所以我即嘛爱睏眠，爱睏眠。好，无要紧，大家是精神吼，今仔拼几工个吼。那么，我首先来讲一个这个故事啦吼。啊，这有关讲。咱即六七年，大家过得好无？歹嘛吼，有过得好举手我看卖咧。哇，拢无人举手咧吼。啊有影，啊这是安怎？咱即几年过得遮歹吼，过得遮郁卒，啊这有原因。啊，我讲一个故事。这个伫美国吼，有开一个。外科显微手术的这个国际研讨会，啊，那么伫下晡时啊，喝下午茶的时间吼，啊，三个医生就伫走廊咧开讲，林嘉宾咧开讲，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啊，一个台湾的，在日本这个医师就咧点讲因技术外好，因讲，我伫日本十年前。我有一个五岁小朋友，跋落这个地铁哈，结呢，叫结个卫生纸搞过，搞个脆脆脆。你看，迄铁轨搞个一定脆脆脆。啊，我用显微手术甲接好哈。十年后，吼，这囡仔十五岁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哦，得冠军第一名，啊，表示接了足好个。啊，像美国这个讲，啊，我嘛是，到十年前。我有一个十岁的少年囡仔，车弄一个脚断去，要截肢。我用鸵鸟的脚甲倒起哩，伫奥运会比赛招标得冠军。哦，一个比一个脚较肥。啊，即马要等看台湾这个看安怎肥，台湾这個、来伊讲，迄哪有啥？我二十年前哦，我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车弄一个脚甲破。脑汁拢喷了，啊！阮用底下的脑甲移植入去，即卖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安尼，知影讲是安怎？咱即几年才艰苦啊！吼，唔是用人脑咧治国，用猪脑咧治国，吼。啊，你看嘛。啊！伊这个人，伊唔知影鹿茸是啥物物件。讲鹿茸，就是鹿仔的毛啊，耳旁毛啊。啊有影呢？你看看，江宜桦落来，伊换一个细毛，用毛咧治国，即摆无用脑治国，用毛咧治国。哇！啊惨啊！咱要爱参加明年五月二十吼。好，今日困阿袂醒吼。啊，讲者互恁醒起者吼。啊，拄啊，咱一个同心吼，真好意吼，用一个好评讲，惊我会猫会扫，所以我即马甘伫遮咧讲话，小我甘暖吼。好，啊嘛，咱拄啊，秘书长咧讲，爱学西方人过西元的年节吼，元月元日啊，元旦开始正港过年，有影咱。看人过无同款哩，浪费足侪时间吼。咱咧休困，啊人咧做工课，啊人咧休困啦，啊咱咧做工课，啊倒袂好势。我为旧年开始用新的过年方式，吼、哦。为啊，比如讲元旦，或是正港过年，吼、哦，外国人拢过这个年。那么过来，吼、哦，顶礼拜。要个咱咧过一个这农历的过年，有无？台湾人受到大清迄阵咱咧，迄个传统，咱拢要咧过迄个农历的新年。
那么我应该农历新年改做我的创啥？扫墓，因为我伫高屏地区吼，你若讲照因四月初五是清明节，啊，迄阵足热啊，都已经南部咧讲足热啊，啊，所以我旧年开始我改农历的新年是我咧扫墓的时间，吼，啊，过来四月初是咱大日本巡线台湾巡线纪念日，吼。四月一号，台湾迄天我甲改做巡线纪念日。啊，那么十月二五，迄天我是甲改做以前拢讲做光复节嘛，啊，即马甲改做啥？愚人节。伊甲咱骗咱个光复，咱是向占领对不？伊甲咱讲咱光复，好、哦，而且甲咱骗。迄天十月二十五号，伫公会堂就是即马台北市的这个中山堂，迄是一个投降典礼，一个仪式呢。特别讲迄天正式开始占领的日子，并无移转台湾澎湖的主权和中华民国，好，所以伊拢甲咱骗。所以迄天甲改做愚人节，哈，了解了哈。好，那么咱讲到这哈，讲到小节，就是说美军占领台湾。好，咱初级班若无上诶，一定用。我来讲美军怎啊台，你讲哪有我拢无看到美军。拄啊，吼，咱讲遮，你就这样甲你的朋友讲，是根据啥物啥物啥物哈现象，还是法律的依据，你也这样安尼个甲因讲哈。那么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美国总统，伊是行政首长，伊爱依照美国的宪法。美国跟国外所签的国际条约来施政，所以若要对台湾，要依据美国宪法，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哦，佮包括台湾关系法来处理台湾的代志。好，然后1996年台海危机，克林顿总统爱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好，迄就是依据旧金山合约，依据台湾关系法，伊爱派。伊若无派出来，无依法行事，行迄个司法部门会甲追究哈。美国总统嘛是有国会、甲法院哈司法部门的监督，唔敢违反哈。过来，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啊，独独干那咱台湾人，像迄井底之蛙哈，被蒙在鼓里，啊，这是国民党的作为，伊封锁新闻。那么，伊咧因制造新闻，制造假的新闻，予咱台湾人，予咱台湾人中毒。伊讲白话，讲一百遍，台湾人就拢听落，当作真诶啊！哦，投降纪念日，哈、哦，十月二号一直讲光复节，光复节，讲到尾啊，咱拢已经嘛，少年诶无了解过去历史诶，就认为讲哦，迄天正讲台湾被光复了，就安尼，啊就害啊，台湾人就又洗脑去啊！那么国际社会了解啥啦？因为伫国外，因的资讯是较正确的，唔是假的，所以因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但系咱台湾人去用骗六十几档，哈、哦。过来，以上的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当中，啊、哦，只是一直伫幕后做中间人，啊、哦，中华民国只是伊的插头人啊，伊叫伊这个插头人安怎叮当？是美国咧操，伫后壁操控啊。那么美军从来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占领中。美国要占领台湾，唔是讲一定得爱美军直接派到遮。第一，会当委托蒋介石中华民国这些部队；第二，伊嘛派真侪监控人员伫台湾咧监控台湾啊。你讲我拢无看到穿制服的美军，美国的这个正港的美军，伊拢已经穿便服啊。啊，因为伊看阿公阿要建交，内底条件就是讲美国要从台湾撤军，啊，所以1979年看阿公阿建交，美国穿制服的军人袂使搁伫台湾出现，所以因即马拢穿穿便服，即穿便服拢伫即个较敏感的单位，像雷达站，吼，像即个普鲁爪伫新德乐山即个上新的即个雷达站
吼，伫遐咧操控，啊，伫一寡监听站，吼。好，过来，咱来参考其他国家因自治建国的模式来探讨，吼。来，咱来先看古巴建国模式。古巴是因为美国跟西班牙伫1898年战争，吼。但是无几个西班牙了，美国拍败。然后，因伫迄一年的12月70签巴黎合约。根据巴黎合约，西班牙伊放弃古巴，跟咱台湾同款，台湾嘛就这样合约讲放弃哈。然后，割让波多黎克、关岛，哈，啊个这个菲律宾和美国。所以，菲律宾过去嘛是美国的殖民地哈。那么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独立，哈，你要注意哦，是用协助古巴独立，哈。啊，当时迄阵美国会跟西班牙战争，就嘛是讲理想，就是讲要让古巴将来会当独立建国，卖去做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了，哈。好，那么咱来看古巴跟台湾的一个因两个境遇来做一个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和平条约被放弃，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今嘛，台湾地位未定啊。啊，这是原因，就是古巴是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敢那殖民地开始这样独立，啊，但是台湾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都挂袂出去，独立袂出去啊。我做咱家己嘛，无得独立，所以台湾人，包括我较早，党外时代，包括加入民进党、加入建国党，我迄阵是，这个会使讲深绿的独派支持者，但是我接到的秘书长这论述，哦，恍然大悟，是安那咱讲台独已经讲差不多70年啊，未成功，佫已经崩了壁，行袂去啊，无路啊，都、就是。台独，这个是一个假议题。统一甲独立拢是假议题。台湾无可能去跟阿强啊统一，嘛无可能为日本独立出来。吼、哦，敢那殖民地才会当独立。现在第二次世界战后，本来差不多全世界50几个国家呢，那创到即卖已经到要200个国家，就是各地区的。被殖民的地方，他们人民可以独立，啊，可以要求独立。好，再来，咱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因为巴黎合约，美国为西班牙摕到菲律宾，但是受制于非独反抗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分子，菲律宾嘛有非独分子，哈，啊，所以菲律宾这独派，因拢是用游击战去烧脑美军。哦，美国美军落去哦，骚扰到那，起码摆都拢会出脚。但是要甲追脚的是菲律宾大小到4000几个，较大个到2000几个。你去甲拍，遐飞毒就走去倒。啊，你搁捉去啊？吼，啊，走来唔走去吼，美军啊捉甲真忝了，对个。所以尾下甲赵云讲，来，赵云这个反叛军的这个首领来协商，讲你。各我管，啊，管十档，哦，啊，这十档，互恁家己学习自治，互恁学安怎要治国，我给你辅导，啊了，靠，互恁独立。所以，但是这中间吼，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麦克阿瑟将军，彼阵底下做总司令，伊甲菲律宾总统炸了，一直撤退去澳洲。所以，麦克阿瑟。伊即世人上无民主，就是讲无几个月，伊所管的这个所伫遐做总司令，互迄个咱的日本皇军甲拍败，遮强的美军，去互日本皇军拍败，所以爱甲菲律宾的总统甲做伙一起撤退去澳洲。而且我嘛咧想讲，是毋是因为安尼，所以战后。这个投降典礼的是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是不是麦克阿瑟在报残的台湾，要求美国总统，你要给我下令叫上歹
上歹心的、上恶毒的蒋介石的部队，和我甲派伊来管台湾，来甲糟蹋在台湾。因为迄阵为台湾飞行机，为高屏地区的机场临时战斗机去拍克拉克空军基地，甲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的飞行机拢炸派，取得制空权。啊，你知影？有制空权，就连咪摕到制海权。美国遐个海军的军舰无飞行机甲保护，咱的日军的轰炸机要甲炸，足方便的。所以是毋是安尼？伊咧报这个残留案，叫一个三流的恶毒的这个中国军来甲咱糟蹋台湾人。1945年到的初二，日本当这个台湾这个了吼。在1947年7月12日，菲律宾在美国的协助之下来独立建国成功。啊，你甲注意看，这个7月12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跟美国的国庆日是同天，吼、哦。啊，你个想，那么咱台湾在2010年，同款7月12日，在美国的协助之下，和咱台湾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的首都，咱台湾民政府底下挂牌，吼、哦，咱底下嘛办公室，所以这个7月4号有真深的意涵，吼、哦。好，过来咱看立陶宛建国模式，哈、哦，立陶宛啊，伫、哦、第二次世界战后随迄个苏联并吞，啊、哦，立陶宛伫这个乌克兰的西边了呢。那么，因在1990年3月10日宣布独立，这是因的民间议会给你宣布的。但迄阵国际社会拢咧观望，讲啊，你唔来咧讲真啊，讲假，算真啊，算假。所以大个国家拢无甲支持，讲伊，甲承认讲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啊、哦，和迄个投票率。低30%，啊，你若低50%，就已经无效啊。啊，伊个低30%，所以国际社会就认为讲，你苏联无佮合法统治这个立陶宛这个正当性啊。啊，所以1991年9月7日，吼、哦，因完成独立，哈、哦，爱独立了，苏联看大势已去，苏联真的率先承认。所以咱来检讨讲立陶宛第一届选举的意思，哈、哦，跟咱来参加流亡中华民国因的选举，甲投票的效果，好、哦，我咧讲讲，伫投票迄一天，哈、哦，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打入去投票所，咱就先输一半呀，啥物原因？表示你已经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唔该摕迄个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入去投票所领票，啊，你领票了，搁伫自由意志之下秘密投票投出来，结果2008年到2012年总统大选，咱是拢输。啊，咱都会使讲，咱都人咧讲帝国咧选帝王，啊，咱只日本人是去看咧帝国咧选咱啊。所以你自认为你原来是帝国的人去啊，唔该去做个选举，啊，变成因你国的人啊。哦，所以。咱来学立陶宛，哦，卖参加中华民国各阶级的选举，无论是立法委员、县市长、议员，拢卖参加。咱肯定无共国，咱是大日本，哦，大日本国台湾人。好，那么过来，咱来看琉球反乱模式，哈、哦。琉球在1952年，哈、哦，琉球到。琉球民政府成立，啊，这根据国际战争法成立的。哎，民政府内底嘛有行政、立法、司法，啊，这三个拢有哦，啊。那么，伫1948年到1958年中间，不哩，迄个琉球无用迄个日币哦，哈、啊，因用美军用的美型军票，但是1958年以后，他开始改用美金。那么，伫1972年阿袂返还。进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去四大岛，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
迄阵琉球等于日本的境外，吼，因为迄个美国占领，琉球人已经等于你若要离开琉球，要去东京，要去读册，还是要做生意，你要向美国军政府下卡的琉球民政府去申请旅行证件，吼，啊，这旅行证件就生做安尼，吼，这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吼，爱领这份当作passport 护照的意思，才会当离开琉球。吼，啊，摕这个去到日本的海关嘛爱看，吼。所以咱即马，咱咧向美国嘛是要求讲，你美国，我予你美国签咧，那么你爱发予阮美国的旅行证件，毋是发中华民国迄本车轮牌的迄个护照。将来咱自己要爱类似这个travel document， 这个是美国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部哈、所制作的哈、将来咱会提类似这款的，不一定是安尼啦哈，色彩不一定是安尼，美国会能重新制造。那么1979年6月17日，美国跟日本签一个琉球访问协定，还未签进前，因是协商。这个日本政府迄阵已经靠钱啊，吼，伊个经济复苏啊，重建也拢好啊。啊，伊向美国政府协商，要求讲，我爱付出偌大个代价，你可要甲琉球幸福啊？迄阵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吼，这是一个战争债赔偿行为。所以日本甲这条钱付了，因伫1970年6月。17日签琉球访问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1970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献给日本，哦，这个琉球佮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哦，所以你要注意，无办公岛，真侪台派啥咧乱讲，讲琉球是因为公岛，所以等于日本，唔是，无公岛。是经过琉球访问协定协商好的，较等于日本的。真侪人会讲，钓鱼台唔是钓鱼台唔是咱台湾的吗？无唔对，钓鱼台较早是台北州哦，宜兰厅这个头城管的，行政划分是划分是头城。啊，你莫别记台湾啥物人的，日本天皇的啊，所以钓鱼台是台湾的。台湾是日本天皇，安尼钓台敢是日本的？对啊，哦，所以有诶戆戆唔知影内幕，或者吼气甲要去爆钓台湾，钓一台台湾的，哦安尼，无敢那5年前有一只敢那联合号的什么鱼海钓船了吧？去遐咧庆祝钓一台的领海，哈、哦，日本的领海。有这个海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船啊，甲弄沉有无？还是照讲无开船，甲你无几只船，甲你靠啊吼？迄阵因海上派船伫海里足歹控制，不小心就撞上去了啊！甲啊，伊拢是玻璃纤维做的，轻棒棒啊！人海上自卫队迄种军舰啊，迄弄的你的这个。玻璃纤维绝对破的，吼，啊就沉落啊！啊，日本是讲无爱惹代志，这款代志卖惹到上大，会伤害台湾人民跟日本人民的感情，所以日本有甲背这个船，吼，但是这船长有抓去关，吼。那么琉球伫美军占领下指挥的结构系统，吼，咱来参考一下，这个是电脑，吼，然后40几年后。解密的一挂资料，啊，日本的学者专家经过再分析了，较做这个标出来，较知影讲迄当时的指挥系统，就是美国合众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伊下卡的美国军政府甲民政府，伊靠资格下命令、下指示，予琉球政府来管冲绳居民。啊，这同款，你若用台湾民政府来比咧，同款，这种同款，美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
会甲个美国军政府跟台湾民政府靠资格命令将来咱台湾政府，啊，另外在台湾民政府这个民政挂，那咱之前这个民就提掉，变台湾政府，哈，诶，较会当来管台湾甲澎湖这住民，啊呢，这是一个系统。那么咱台湾六十几年来，迄个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互咱台湾人拢迄个教变中国人，认同中国去啊！哦，我常咧讲，两千三百万，你若三百万的纯的中国人，剩的两千万的台湾人，有一半迄个洗脑去变做中国人去啊！哈、哦，好、哦，那么两千空白还是两千十二年，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呢？迄两届拢输呢，尤其两千空白，谢中正迄个输两百万票，小英三只小猪气一下，阿妈输八十万票，哈、哦。啊，你若变作统派台湾，搁迄个中国合法并吞，这是有可能的呢，哈、哦。这伫国际法，这是合法的，哈、哦，有可能，哦。到时美日恐也很难插手干涉，因为伊要尊重恁台湾人民主投票出来选择啊，的结果啊，哈、哦。啊，那呢？阿强啊，李白了，哇！咱台湾人就陷入勇士浩劫啊！呢，你作假了嘞？好，虽然美国跟日本有美日安保条约，但是伊会师出无名。啊，我即马到底是要甲你保护啊？唔，哎，恁甲你选择要跟阿强啊揽做伙呢？好，好，过来，咱来检讨讲，台湾啊独立建国以后，这里是假设的哈。啊，咱来负什么责任，还是义务，还是有什么风险？第一，台湾人都要家己纳税金啊，纳税金来支持服兵役这人爱领薪水，来保卫台湾啊。咱来家己去做兵哈。过、啊、来，咱来家己买武器，还是家己研发武器？哦，啊，这种开足多钱哦。所以你若要自我防卫、做兵、甲买武器、生产武器，啊，这要开足多钱。而且在阿伯加入联合国进程，咱要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你无看，你其他国家无法律来义务出兵来干涉，来给你保护。你呐，你阿伯看人建交，你拄啊独立，哦，阿伯看人建交，阿无看人签什么共同防御协定。所以在这个时阵，你爱家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咱拄啊做朋友，边啊带着龙马国家。啊，这咱来以当地文独立建国做例，哈、哦。当地文伫遮，边啊，同款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哈、哦，咱拢讲印尼，哈、哦。那么当地文伫1975年，哈、哦，为葡萄牙独立出来，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但是还袂赴加入联合国，到刚好随后印尼军入侵并占领，伫1976年。七月变成印尼一个省叫做当地文省，之后二十年的死，这个统独抗争造成10至25万人的死伤，哦，而且这个代价足大哈，死伤惨重。那么1999年8月7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印尼这个当地文举行全民公投，当然大多数的人都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因为进前迄个台下一个人去啊，所有的当地文的人拢足气中国人，嘛气这个当迄个印尼人。同款，咱二八事件，咱台湾人迄个台下侪，还佫甲咱糟蹋较紧嘛。所以咱即马若有角青的台湾人，就一定足痛恨中国人的。所以比蒋介石佫较恶毒的共产党，讲若要来占领台湾，咱台湾人大部分都。会极力反抗，啊，同款这个意思。所以咱像咱即卖独派的这个声势愈来愈好，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已经合作啊，以大要欺小，台湾人已经无可能讲拿即卖来统独公投，讲到一定会输，不一定啊。尤其即卖网络通啊，足方便的，你无法度封锁消息，啊，所以像那柯文哲也当。打败蓝绿，哈、哦，超越蓝绿，会当提下一票，哦，这就是网络的关系，哈、哦，好。
那么伫讲到到刚迄年的九月，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已经阁继续台差不多1400人的当地分人，并摧毁当地分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之前到今仔日，当地分还阁是世界上上善下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要靠外国援助，哦，啊，这真惨吼！啊，这敢是咱要独立的结果？咱这个情况跟当地人介讲介讲的吼，台湾人啊，香港发一个独立吼，搞不好阿强啊，真正有可能起兵吼。好，那么咱来检讨，伫美国的政府管辖之下来做一个比较，一线之隔吼，咱以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做一个比较，这个是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下骹灰色的这个是墨西哥国。啊，你注意看看，伫这个边界吼，墨西哥国的人一直要偷渡入去墨西哥州，美国的墨西哥州。啊，这是由美国军事占领啊，尾啊，这个美墨战争啦吼所造成的吼。啊，所以到尾啊，这个是变美国的一手，但是墨西哥国的人呐，一直要逃走入。就是许美国军事占领这边只，较好趁食，较有民主自由法治，吼、哦。啊，伫这边只还佫较草莽，哦，还佫较部落的迄个形态，哦。同款，美墨北不，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啊，这两个拢是民主国家，生活水准也差不多。啊，你敢有看美国人咧逃逃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的人逃逃来美国？少，除非讲你作奸犯科。哦，无因基本上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是差不多不设防，吼、哦，足简单的啦吼，敢、哦、若有一挂关口尔，无、哦、部署重兵，无像阿强啊跟苏联，因的边界拢部署重兵，哈、哦。好，啊，咱来检讨红色中国跟这边的台湾，这一海之隔呢，吼、哦，共军占领红色中国，美军占领台湾。啊！你记得二十几年前，哦，台湾前英卡巴的是中国人为平潭，哈、哦，福建的这福清国海叫一个上大的岛，平潭岛，一直偷渡来台湾，哦，那偷渡，因所谓讲偷渡客，好吧，那个偷渡犯了哈。那、表示讲，那去予美军占领的所在，较民主自由，哦，不然那。国民党嘛爱做予美国看，讲有选举的模式，啊，起码台湾人过去日本教育了，啊，佮美国来台湾，美军顾问团来台湾，哦，到1979年才走，即佮要30年的时间，美国原来有留一挂民主的思想伫台湾人心上，哈、哦。所以好佳哉，咱是许美国军事占领，咱若许苏联军占领，啊，咱就惨啊。所以台湾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自治，台湾人免税，嘛免做兵，嘛免买武器，哈、哦。因为国王甲军费爱美国负责，哦，伊这是占领军爱负责的，哈、哦。向来经纬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理想，这毋是足好个。啊，即嘛就卡着一个美国哥为着伊个利益，伊委派蒋介石，然后中华民国来台湾。啊！叫咱去做兵，叫咱纳税金去买武器，哦，这是唔对的啊、哦。好，咱来检讨讲，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啊，就中华民国要阁重返联合国来做分析啊、哦。首先来看，用台湾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啊，这是阿扁啊发明的，啊、哦，阿扁啊2000年去做总统了，开始咧杀的咧哈。哦那么，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一个基本的单位。你要先是一个国家，吼、哦。那么，我定来讲，咱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土耳其有讲话吼，来，爱有人口、领土，爱有政府，爱有外交权，这四个是一个国家的认定的标准。好，好啊，你台湾国敢有人口？无。因为你所提身份证拢是中华民国发的，敢有领土？歹势，台湾甲朋友还佫是本天龙的。敢有政府？无，即摆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唔是你台湾国政府。有外交权无？无，因为
这二十二个小朋友的国家是拢国民党、中华民国，因的外交部用钱去买，派因的外交官去跟人签回来的建交公报，不是你台湾国派去签的，所以这四项拢无，当然不是一个国家嘛。我常在讲，你作先讲呐，看台湾国改成拢有，结果拢无，就敢那像一只狗狗山啊，人模人样哦，啊你往那身躯个细细。我那个打扮，啊，用西装五千，我那个拍领裤带，手牵的讲来，我带你来户政事务所签身份证，都讲这個意思。台湾唔是国家，啊，都啊变啊都都写批都寄去哦。你那个秘书处讲要当台湾的名，改到你那个秘书处连看都不看吼，都甲退件，连排入议程，伊哦都无哈。那么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是日属美战哈，台湾只是一个地理的名词呢，不是国家哈。去卡叔讲了哈，台湾若要建国，要有五个步骤，叫步来。咱来看对五个步骤，你要注意，我是讲假如哦，咱唔好有台独思想哦哈。台独是假议题哈，这要了解。来，首先。还要求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好，然后把台湾的这个地理权交予咱台湾民政府，予咱台湾人自治。自治一段时间稳定了，咱还佫要求咱的日本母国，吼，予咱台湾返还日本。爱咱的母国去跟美国参详，讲爱赔美国偌济战争债。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吼，根据这个台湾返还协定，咱等于大日本国。然后，还佫要求日本的母国，因的参众议院订一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源，吼，有这个法源，予咱台湾人公道决定未来，就是讲是毋是要佫为日本脱离，吼，这个领土分离条款一定爱有做法源。那么将来是那个在大日本国内底做成员，吼，还是要家己独立变一个台湾国，爱根据这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公道，甚至买定公道讲，咱变做一个中立国，哦，含美国、含日本、美国、含这个阿公啊，拢等距外交，都像以前的瑞士安尼，哈，中立国。你们知道瑞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希特勒不敢去占领瑞士，就是在瑞士山地，无法度用坦克作为这个闪电战，啊，所以大兴先派一年的部队，试探性的打入这个瑞士，但是瑞士，你知影因的精密工业，做手表上高做劳，那个劳力士这个手表哈，用。世界有名机械表拢因做出来，足精密，所以因说家己做的钱啊足准的，吼、哦。尤其你若佫下迄个狙击镜落去吼，哇、哦，迄百发百中。所以德军一个入侵入去，只要若听到真啊枪声，德军就一定倒一个，非死即伤，足准的。啊，所以这个德军惊着。哇！啊，这后发都甘咪整，都无看到人，啊，就先砰一声，啊，就倒一个了，非死即伤。所以光阴撤退出来，所以就绕过瑞士，就无怕迄个瑞士。啊，瑞士哎，宣布伊是一个中立国家，伊无要参加恁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好，那么过来，咱以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好，咱个过来做一个监督。那么头拄迄个阿扁啊。讲的这个台湾国，伊是无要去抢原地中华民国，吼、哦，伫联合国迄、那个，啊，变个意思是讲，啊，我卖抢你迄个位，你中国伫遐坐就伫遐坐，啊，我用台湾名，我甲你要新做一条岛啊，新做一条椅啊，我要来坐边啊，安尼，啊，变个意思是安尼，无要含伊抢中华民国迄个位，哈、哦，好，中华民国你来看，因伫1971年10月25，联合国的2500。会的决议文，伊在咧讲啥？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境。你才跟我讲，中华民国迄个赶出去，人家讲无，是蒋介石的代表迄个赶出去。好，所以中华民国无离开联合国的。好，这咱来看，喏，伫联合国伊的刀啊，迄个名牌 China， 迄个甲迄个椅啊，拢要去治疗。只是这个椅啊换人坐，你嘛换上咧坐，毛泽东派系的代表咧坐。所以中国要离啊 ，China， 无论你是 Republic of China 还是 People 哦 ，Republic of China 拢同款，拢是用迄个 China。我咱来看这个，这个 China， 这个刀啊，甲这个名牌用滴咧。中华民国较早就这个刀啊，嘛是这个名 China。哦，啊，即马这个派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的代表里啊坐，所以无论。你安怎讲？中国就是只是换代表呢，不是换国家哈、哦。因为伊是用承接，你 China 只要一个新的政府咧管中国，派个代表来就好，这个 China 迄个名牌拢无换哈。所以他拄啊二千五百多国语文是换代表呢，换、哦、一个政府派的代表，较早是国民党政府派。伊个代表去坐迄个位，即马换共产党个即毛泽东政府派伊个代表来坐，吼、哦。好，啊，咱来个解读即个 China， 吼、哦。过去时候做瓷器，吼、哦，因为伊灰啊白色个吼，迄阵瓷器贵个，无算黄金哦。迄要经过丝路还是海运，要送去到欧洲，哦，迄贵松松，哦，足水个，吼、哦。迄阵拄啊，因有迄款技术，澳洲也无。但是即卖瓷器已经欧美个国家行过美入迄个中国，也忝忝啊。哦，瓷器，好、哦、比讲有一间康宁公司伊做个，会点微波个。哦，迄阵中国迄条拢啊无法度做，包括即卖一挂粗工个面板和作者，哦，拢是即间公司做哈。过、哦、来翻译做支那。啊，这是日本人，伊用这个音译哈，支那哈，这读、個、日本人读支那，啊，所以用这个支那。啊，介奇怪呢，中国人啦，看到这两字吼，都掠狂呢，介奇怪吼，像咧钓狗安尼，都起动啊。嘿，啊，人是甲你用翻译的，用音译尔嘛，像讲较早女孩子裙穿足短，讲 mini 短小的意思。啊，咱搞可，咱搞换做迷你琴哈，安、哦、尼有代志哈，用音也有代志。啊，那台语讲菜哪，哈、哦，啊，即嘛讲吃哪里的？阿强啊，即嘛吼，咱较早拢有一句话讲，食国民党的有无？因这食共产党的，因家己中国人讲啊，吃哪？因中国人做啊用公款办桌请人客，哦，家己嘛有通啊食。反正开公家的，啊，即嘛该拆呐，那拆厝、都更、上好谈、跟建商合作、官商勾结，拆哪里有钱赚嘛？就即嘛该做拆呐。啊，即嘛过来嘞，钱哪？哪边有钱赚就哪边去啊、哦？哪边划一个地，该做什么经贸特区啊？啥安尼？啊，拆对了。拆除、驱逐，吼、哦，这种集团会当官商勾结、收回扣。好，咱来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这是国际化的规迄、那个规范内底定义。中华民国1949年已经亡国，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国，吼、哦。所以中华民国，伊这个蒋介石因流亡来台湾，伊家己伫阳明山中山路家己讲啊。向伊迄个遐一挂忠贞的党员，迄、那个党国大佬，甲你演说讲啊。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亡国之民了，伊甲你嘛讲，
因伊就亡国啊。只是来到台湾借壳上市，借台湾这块土地，佮重新借壳上市呢吼。但是世界无甲承认，伊敢若吞金门妈祖，还佫是伊的领土呢。这叫做残余国家，敢若死蛇活活尾溜啦，规只死了了啊，剩迄尾溜还佫在咧动个动个吼。所以阿胡斯是已经死啊，变作凡人。啊，台湾国哥还袂出世，变作入人，所以一个已经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吼、哦，安尼，所以拢无可能佫加入联合国吼、哦。好，过来咱来看三个精神病患这个故事啊，的开始。有一个精神病院吼，啊，有关三个这个精神病的人，啊，这医生每三个月就改这三个人佫叫出来检查，看伊个门卫，看有药啊，食了有较好无？若有好，一定处理。所以这个医生叫伊来三个坐桌啊，坐椅啊，你嘛甲伫个白壁顶面用起笔画一个门，佮画一个门，啊就讲啊，三个拢好啊，一定有只处理啊，一定处理啊。我真正两个准撞来，你抢迄个门把，两个抢袂出。啊！医生就害同啊，这两个还佫两顿去关，这也袂好，药爱改。啊！伊就欢喜讲，心内咧欢喜讲哦。啊，另外迄、那个即、這个正常啊，拢无咧抢，表示好啊。伊甲问讲，嘿，啊你好啊呢吼，袂歹，啊你若无爱处理，啊迄、那个煞甲医生安怎讲呢？迄两个笑诶，啊，锁匙伫我遮，伊无来甲我摕锁匙，要怎处理？哇，佫较食力。搁较惨，好无？讲锁匙伫伊遐，无家己摕锁匙要怎处理？吼、哦！啊，即个咱来检讨讲这三个病患吼、哦，第一是毋是这三个拢无承认家己有病，对不？拢认为有好啊，两个冲个就要处理啊，吼、哦！哎，啊，迄两个冲个就要开门个，这是较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能力。哦，人讲就行，牙香就对白这款的。哦，伊讲伊无通无牌，安尼。都啊我这边好啊，我这边好啊，安尼。就是风吹两面倒这款的。啊、哦，啊，第三个呢，伊认为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要台湾要独立，台湾要建国。嗯，你无来找我民进党搞啊，较有可能。迄锁匙伫我手里呢，啊！恁台湾民政府较三五万人，啊，阮民进党三五十万人的党员呢，安尼讲无找因，无台湾建国无法度成功。伊毋知讲咱毋是要行独立的，咱是要回归日本，吼、哦！咱要互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安尼，吼、哦！啊，所以咱我过去嘛是独派人士。我嘛自认为，我有一个崇高的理想，要让台湾变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安尼，家己当家做主哦。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哦，听拢足爽的，讲拢足爽的，结果拢做袂到啊，这种假议题。所以，伊这个医生哈、哦、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以拥有正确国际法理、能眼观察，要来医治破病的台湾人。我咱今仔日在上课，就是要甲台湾人叫学醒，甲台湾人头壳内底迄个国民党放的毒洗脑的，甲洗倒转来。哦，所以恁会当来遮上这课，啊，我替恁庆幸讲，终于你们知道真相，终于了解很多被骗，骗到戆戆。好、哦，啊，但是咱来遮学做医生，爱学做好呢。唔好处理，啊！医疗拢一派，啊！我阁想一个故事，啊！咋无精神病院？吼、哦！啊！迄阵啊，有精神病吼的人，拢有时啊，有厝的人关伫厝内，也是有诶，甚至较严重，用链啊链起，吼、哦！啊！所以迄阵伫高雄的鹿竹，有一个迄个龙华堂，捌听过无？捌啦吼！
伊个这师傅啊，都安那发起爱心，啊伊，甲只个发病精神病人甲收容来伊个龙华堂，啊，甲因弄过，啊，这样带出去表演安尼。啊，咱拄啊有两年前，咱有一个同心，我今日实在伊个讲，伊捌伫遐做过志工，伊个讲一个故事讲。哎，伫遐做主公，看到个人就足好个咧，我都看拢足正常。伊甘问讲：“哎，啊，你都拢好些好些，啊，你哪会不爱出去出去外口啊？”伊讲：“唔当唔当，哦，外口足危险个。”伊讲呐：“是呐，外口足危险，你唔知哦？迄外拢笑个呢。”啊，这拄啊促成咱当民众个呐。人拢讲咱笑的，阮迄阵买工讲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我咧讲这套论述，我迄阵拄啊实在秘书长这个论好作热，甚物出去拄着人来讲，有只讲到咱家己安尼讲到安尼口沫横飞吼啊，欢喜个也是啊，讲到笑壮欢喜，啊像人白家墩走来搞摸头个呀，你有小歹无？啊有诶远吼，无我来都咧比啊，在咧改变。啊！因为有真正安尼嘞，因为迄阵咱台湾人又国民党加加吼，戆戆嘞，哎，公关笑诶，啊，到底上笑诶，哎，起码搞不清楚吼。所以咱来遮有做医生吼，你心头拢来烫嘞，吼，啊，秘书长会讲诶，你要认真落去体会，吼，啊，无出去吼，啊，高级班上了，你就认为讲哦，我即马捌做者啊，出去就要看。另外，遐人讲，迄另外遐有诶人足好讲诶呢。我迄阵拄开始嘛是讲甲头头是道，对方嘛讲甲头头是道，讲甲两个颔棍仔筋拢足大条诶呢。我大声伊嘛大声呢，伊嘛是据理力争，我嘛据理力争，甚至有只瞪刀啊呢，好朋友嘛瞪刀啊呢。啊，尾后我觉醒想啊，毋对，因许国民党啊，伫许民进党遐思想已经白死啊。你要甲讲，你要用较软的语言，吼、哦，爱用温柔的态度，吼、哦，温柔的话语，啊、哦，因为我开始讲，然后女童心到底做讲，一般然后查某滴咧吼，迄刚阳之气就迄开刚，嘿，啊，就大家较袂安尼争甲暗棍棍挡大条，或者甚至会紧逼伊吼，啊，所以咱咧学。台语有一句话讲：“软色困猪有无？”啊，是软色牵牛，哈、哦。迄只牛遐大只，但是条色啊软软，袂记安尼温柔的话来甲讲，互伊心软了，啊，就接受。你硬拄硬，你硬拄硬，哈、哦。所以这个有一个窍门，哈、哦，咱来用较软的话语，哈、哦。好，那么理想建构台湾未来模式，哈，咱来看第。咱伫美国军政府下加咱台湾人吼，台湾民政府主持吼，也是学立陶宛的模式，拒绝选举，互伊投票率低50%，互这个占领军无正当性吼。好，过来琉球的反反模式，咱两等于大日本国吼。过来看日本即个邦联也是联邦吼，邦联就是讲像大英国协有无？因50几个国家尊英国女王为虚位元首，啊，但是因家己有家己国家的体制，用总理，哈，像加拿大，啊，是澳洲，哈，纽西兰，这拢是大英国协成员，啊，因家己有家己这个军队，哈，啊，嘛有家己的这个行政部门安尼，哈，总理用因内阁制，哈。过来成立中立国哈，头拄我讲过哈。好，好来，那么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真侪人来遮上过高级班了，啊，就开始甲阮反映讲，啊，那无爱叫美国拨经费，互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啊，那无爱叫美军赶紧来占领台湾、接管台湾。啊，啊，那无爱叫美国甲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甲刷去金门、马祖。我拢会差不多要求这三个，啊，咱爱先了解啦吼。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是日本的台湾是敌对国，咱过去咱是互相咧相台哈。那么咱即卖用占领，美国是占领者，这个上下位阶你要分清楚。咱是拍白红占领。啊，美国对咱台湾民政府两项要求，咱敢准备好啊？两项要求就是讲，美国要求咱来训练4000名的接收人员哈，读个清楚的。啊，佫爱办收人证41万分，吼、哦！啊，这两项咱敢做好啊？咱若这两项无做好，咱无资格要求者，吼、哦！而且你爱会记讲，咱是被占领者，咱事事项啊爱听占领军的命令、指示来行事。啊，咱即马说倒变，即马袂准袂袂要求美国爱做者，吼、哦！啊，改成讲咱是洗手间。一间公司啊，工厂啊，咱伫洗手间拄着董事长，啊，咱员工在咧甲董事长，哎，董事长，啊，涂骹遮惊人，你才无要清清扫扫的，咱煞变咱的发号施令，哦，员工煞咧发号施令叫董事长要做啥，啊，这位阶甲身份弄错了哈、哦。来讲，麦克阿瑟讲，台湾是直接袂定的防空母舰。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啊，这马英九就任了，哦，真正有足有中国心的。伊想尽办法要甲咱台湾人跟日本、美国来拍歹感情。所以你会记得3年前，马基奥跟伊的日本的男朋友拍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有无？好、哦，国民党就动用伊的媒体安尼。日干的安尼连续报一礼拜，拢咧报即个新闻，要让咱台湾人来痛恨日本人安尼，要甲咱跟日本这个感情来跳线呢。啊，过来利用毒美牛事件，好无？瘦肉精这毒美牛事，医书啊有一挂资料，讲美国的这牛排内底有瘦肉精啊啥，甲这资料提予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哦，因为管碧林对无？叫伊伫关闭，利用伊伫国会、立法院咧咨询，咧讲是安那美国人才要求要进口这款，硬要叫咱来进口有毒的牛肉，要来予咱台湾人食，啊，就说中着马英九的计，予咱台湾人往那切美国人，哦，美国人你歹心，啊，你甲想，咱台湾人的命敢有比美国人的命较值钱吗？名是拢共款变值钱啦吼，拢足重要。但是那美国人会食的，咱台湾人袂食的，或者你考虑想安尼咧。啊，但是伊特别是要用这个事件来，互咱台湾人民来切美国人，无爱互咱跟美日安尼团结在一起。啊，等到马英九跟阿强啊吼斗甲巴巴，吼、哦，尤其你看伊咧，《联合报》跟《中国报》。中国时报啊，拄啊加起来说联合中国，好不好？人阿妈伊就会当联合中国来压制联共制台的，对吧？来压制咱台湾人，哦，联共制台，哦，所以咱中马英九要给，唔好让伊害咱吼，无要跟日本甲美国来斗阵做伙哈。那么你来看咱台湾伫遮，啊边啊这罗马国家阿强啊。啊，日本啊，美国伫遮。那么我有时啊咧想讲，好、哦、啊，阿强啊，千几条飞弹啊，对准咱台湾咧吼，伊、哦、M 族飞弹有无？我暗时啊有时家咧要困，经常咧想想咧空思妄想吼，讲哦，那、哦、台湾民政府执政啦吼，我想来要求咱民政府来开国际标，请全世界上牛的科学家、发明家来。发明两样物件，一个上大机、上大机啊，为台湾下骹那个机落开，啊，佮发明上大粒、上有力的迄、那个、迄、那个核子的这个动力的这个引擎，佮倒嘞。啊吼、哦，啊，即马来找一个所在吼，看来找美国这边啊，只加州只吼，看对一只气候好。啊，我是看圣地亚哥边啊袂歹，啊，即马总个开来，我开来只。好，安尼。
安尼阿强迄千几条飞弹吼，迄种差不多300公里的射程呢，咻，到底落来，咻，到底落来，拢无效。吼、哦，啊，这个所在佫无风台，吼、哦，啊，气候温和，我伫2013年我捌去遮吼，我迄、哦那个遮有一个圣地亚哥是美国航空母舰的母港，吼、哦，啊，遐气候足好个。我记我9月份去，哦，还凉凉啊，真好。啊，这个但是你要来停车，你莫侵入领海呢。哦，差不多24公里，诶，48海里外口好当停啊，你莫入侵呢，吼、哦，入侵人的领海。啊，来这有一个好处，从阿强啊，若要用长城飞弹来拍，哦，伊爱做个足大粒，要洲际飞弹，哦，迄足贵个，迄伊无遐侪钱通做。啊，若真正甲咱射来吼。要射台湾，啊！若不小心射到过头，射到美国，啊，拄好美国拄好来利用这个理由来个修理。美国咧找无理由要甲修理咧，趁伊即阵时啊是国还袂用开吼，真要甲拍要做好拍吼。但是啊，过20年啊，都歹讲啊吼。迄个代价会赢，但是代价要付的比较多吼。所以美国即摆拢想讲想帮找机会要甲修理了吼。困懵困迈，我袂忙个无。好嘞，啊，即马阿强啊吼，10几年前去甲乌克兰买因这个康卡船，这个因淘汰做无起来了吼。啊，这个航空母舰哦，伊个康卡伊差不多开2年的时间，卡为乌克兰啊拖，用拖船硬拖硬塞，安尼塞转来到因个青岛，啊，因家己倒原因，家己做个原因哦，吼，啊叫。出来市场，因家己投的原因，另外连原因都做袂好势。我继续讲，这只是清朝时阵兴土团的船啊呢，哦，清烟清得灵的。哦，啊，这呐，真正查这只要出来烧钱哦，啊，拢唔免用 GPS 定位，唔看咧清烟啊炮弹位啊拍就对啊，足够拍，目标足明显的。敢若讲我伫遮，你甲我拍安尼。哦，啊，所以。放个笑啊吼！放个笑讲哦，啊，这只瓦良格号出航吼，啊，用台语来翻讲，瓦良公号，啊，这真有良公，原因都做袂好，会进啥物时代？还佫原因会加即落乌烟的呐，吼！啊，即摆咱个笑笑了吼，伊歹势即摆改名，讲也无用私人号，啊，都私人号。诶，施琅叛变吼，叛变这个明郑王朝的这个郑成功吼，施琅号，啊，咱怎个笑伊嘛？佮改名，讲改辽宁号，啊，台语讲辽宁啦，啊，瓦良公啦，啊，施琅啦，辽宁啦，都笑施琅，哦，啊，咱怎个佮笑着？怎嘛？唔代表改啥？啊，袂改啦吼。啊，这只嘛足趣味，全世界航空母舰电源无核电机，都这只。今年呐，伊迄阵也无拦截锁，因为伊买过去甲俄罗斯买吼，也是去甲乌克兰买，因不爱卖伊，因为阿强啊信用歹，伊迄阵甲俄罗斯买苏-27的时吼，比如甲订单甲订讲要订买300架，结果交机交到100架，阿强啊动啊，我免我免阁买啊。以前用迄100只啊，贴几只逆向工程迄个仿造哦，歼十有无？就因即摆歼十这个战斗机，就是轰苏-27的啊。所以你即摆买个甲买 YS 一连 YS 不爱买，啊，你甲想连一条 YS 都袂晓做。YS 你无看一条呢？迄是高科技材料做出来，爱有够润，有 Q 度，佮会堪你迄个张力安尼叫吼，袂断。啊，即马，迄、這个版本啊，无迄个图吼。好，啊，即马，伊若即马翕出来吼，无人机有停落来，我看迄种剪接较济，因为因伫家己个迄陆地上有做一个仿这个，即只航空母舰的迄个基地，好因个无人机底下咧起落。哦，啊，我唔捌看了，一进到底，安尼无人机，伊个无人机直接停落来，伫这个甲板顶管，也唔捌。好、
好，啊，咱来看讲，哦，即马介侪人拢讲，哦，即马中国科技啦、军事武力拢足强诶。哦，啊，咱来看，那以美国，美国雷根总统伊伫1982年到尾就成立这个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就咧用星际大战这个观念咧做星战计划，哇哈！啊，所以这个星战计划，我呢引起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啊。第一，苏联经济崩盘嘛，堪比听到这个雷根总统讲，因已经发展到特别成功啊，会当伫太空中直接用雷射攻击各个基地。啊，这个你讲迄雷射光，迄是光速，你根本无法度有互你缓冲的时间，互你反制。你若讲洲际飞弹，讲为莫斯科射出来嘛，啊，为美国，比如为纽约射出来，我爱差不多一点钟，佮飞到莫斯科，伊起码要一点钟的时间来反制，好防卫。啊，那雷射是怎样的高压呢？所以苏联惊到，请伊国家的科技人员佮伊的资材哈，佮人力物力拢投入。赶紧往那边做这个太空作战的这个防卫，这个杀手卫星啊，哈，这些物件，还是雷射炮这些。所以苏联迄阵经济阵一直崩盘，就讲所有的人拢去做一挂无生产物件出来。所以咱们因俄罗斯的女孩子，啊，那富人人有得要穿三顿好，厝的人食，去排队买食物，还排几个点钟。甚至阁买无，到尾因只妇女团体连接起来，去工厂去甲因翁公讲，毋免阁做啊啦。我拢买无物件好食，是阁咧做啥？所以规个一直抗暴，准家己甲苏联政府推翻，吼、哦。所以规个苏联准解体，吼、哦。啊，这跟美国雷根的星战计划有哪关系？吼、哦。那么美国人伊伫1969年的7月20日，美国的太空人阿姆斯壮就登陆月球啊。1969年，看即马几年啊？四十几年哈、啊。40几年前人伊就登陆啊。啊阿强啊，到2012年，还佫咧学太空舱对接。啊，旧年较有真正人有去哩啊，哈。啊，你也想？你若讲伊登陆月球，安尼就伫科技上就输人40几年，哈。啊，这个只我拍字吼，拍一个，我用波波摸好啦。啊，这拍啊，再造飞机出来，阿姆斯壮啊，不小心撞上月球了哈。哎，咁较早我嘛捌，迄个我那拍字的哈，啊，我人注音，讲。所有工作人员啊，明天早上8点伫广场集合。啊，发出去用笑噶，等下大家笑噶。伊讲我拍唔对，伊讲对几句。工作人员，啊，这煞是高山那个猿猴的猿，煞造出来。所有工作人员啊，我操，靠呀！我个，所以这个怎么？迄10几年前，啊，这最近个出一嘴吼，啊，这我那个当作笑料，大家较袂爱困吼。好，那么有人讲，台湾经过多年来的民主选举后，渐渐变作主权独立的国家。哦，这咱秘书长嘛有记者咧，跟他讲，啊，你本来骑脚踏车，骑，啊，骑到尾会变四轮的，变汽车。啊，是你本来使一只乳龙啊，看他乳龙啊，迄个吼，迄马古坎变就改讲有无？啊，你使一段时间了，自然就变出300出来。乳量啊，三公斤，再，到尾也变出300，咁咪无可能，因为这伫国际法无这个法源，哈、哦。过来，伫国际法顶源嘛无这个先例，哈、哦。过来，台湾的战争在阿未形成，主权还佫底下伫美国手里，所有权证美国等于手里，但是无过户，无过名，哈、哦。这点大家注意哦，握有不代表拥有，哦，我主要用。男女孩子这里，你看男女朋友伫街仔上手牵手，情侣，迄不一定是恁某，
握有不代表拥有，人嘛不一定要给你，查甫嘛不一定要给你娶，哦，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好，以前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啊，哦，这初级班应该有讲过啦哈。好，过来咱来看，台湾有两种啊，狮子有两种哈，啊，台湾也有两种，好，哦，咱来看，来，一边就做政治的台湾。下骹这个流亡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党政权，即卖已经许美国改做台湾独立当局，啊，袂使阁讲中华民国政权哈。伊个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个头家是美国国务院，那么国务院爱听命美国总统。好，过来，这边是法理个台湾，咱台湾民政府顶管个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伊个顶管的头家是美国国防部，总头家嘛是爱听美国总统的，哦，那么这边政治，你知影讲，诸葛亮有讲，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对吧？会当见到人讲人话，见到鬼讲鬼话，哦，会知讲，迄，那个外交语言拢讲迄较模棱两可，但是这边法律的台湾。你知影法律就是定空空，袂当乌白改，吼，哦。所以这边咱拢爱一步一卡印。美国国防部下令予美国军政府，啊下令予咱台湾民众，咱来照命令执行，咱袂当计较，吼，莫计较。咱照美国的指示，美国军政府的指示来做就好啊，吼，哦。所以你也了解讲，咱这两个台湾民众跟现在台湾独立当局，咱是不同的指挥系统，哦，所以咱伫遮咧上课，这边台湾独立当局拢唔敢来甲咱，哦，讲要取缔啊啥，因为咱有合法正当性，咱后壁是美国军政府，哦，反正这两个头家拢是美国总统，哦，所以咱即马搁甲告美国，其实原来咧做球给美国。要和美国总统官员重返亚洲，要重返对，就要重返台湾啊，哦。来，咱来分析新日本国兼大日本帝国啊，哦。那么新日本国在1952年4月28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而且在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啊，你即马你只个注意看，新日本国。跟大日本帝国，这是不同哈。战争前，伫旧金山，尤其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这个大日本国已经改做新日本国。啊，这个新的日本国伫差不多几年后加入联合国。啊，然后若要正经讲，这已经嘛是等于讲叛离大日本天皇。因为迄阵的大日本国是毋是咧跟蒙古咧修建？啊，这蒙古尾啊变作联合国嘛？啊，你即马加入敌对阵营去啊？是毋是这个意思？所以即马新的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啊，哦，等于日本天皇无插政治啊，哦。啊，这嘛是当时麦克阿瑟哦，应该改变这个。日本帝国宪法啊，改做和平宪法啊。啊，这里啊，我当你讲讲，这红色的日本、韩国、台湾，你甲加起来就是大日本帝国。啊，当然这还有琉球甲南海这个哈，新南群岛。好，那么咱过来检讨讲，什么人开始当叫做台湾人？哦，第一，哦，认同台湾的人，这敢对？这唔对啊，哈，哦！你看，那你这个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啊？你若用这个逻辑，啊，人认同美国，唔是美国人，所以唔是用认同来看，哈，哦。过来讲，啊，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哦，无论你先来后到，只要你爱台湾。拢会当做台湾人，即句嘛唔对。
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嘛爱台湾爱到要死，要爱咱死的吼。进前毛泽东讲要学习台湾的吼。啊，住伫台湾人就一定叫做台湾人嘛。有人讲啊，无论你新的还是旧的啦，新来后到，拢会当做台湾人，这袂使。哦，这要做台湾人，一定要经过三个步骤。啊，咱比如你怎讲，要有意愿，你有迄个想法，有啥物爱，而且你爱自愿，毋是向牙签压咧，去牙刀甲你压别个。然后第三，还佫经过合法程序，吼、哦，迄、那个移民署的这个合法程序，吼、哦，经过合法程序，还佫宣誓，啊、哦。有人讲啊，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人，这个佫愈食啦。你著拿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是中国人，你毋是台湾人，吼、哦，你毋是日本大日本国的台湾人，吼、哦。所以这以上皆非，吼、哦，莫有错误的这个观念。来混聊一下，好，好，来，好，好，好。啊，咱台湾民政府公民身份证这个意涵哈，上条我等下爱讲这个 TW 这个身份。你若正港的本土台湾人，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日本时代的人所生下来后代，拢会当摕到 TW 这个身份。将来有 TW 这个身份的人。较有法度伫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在内底做公告人员，无军啦吼，干来当做，因为迄阵咱也免有军队，美国爱来过咱台湾，台湾人免做兵，上加咱原来像日本安尼有家己的自卫队安尼，海岸巡防队安尼吼。那么将来台湾的要选举，都要有 TW 的人较有资格去做候选人，还是去参加投票。所以以后就无男女对抗，所有台湾将来台湾要公道什么代志，拢咱本土台湾人、台湾身份人咧做决定，吼、哦。啊，因遐中国人无资格哦，吼、哦，因无袂当做公告人员，袂当参加选举，连投票都袂使，吼、哦，嘛袂当做候选人，吼、哦。啊，咱若要做台湾人，要摕到替代身份证，爱通过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内底做规定的。你要开这样做，所以咱头拄仔迄张身份证是根据这个法源在做的，唔是啥咧乱发的哦。咱迄阵要通过这个公民权利法案送去美国，一送去无一礼拜，许无几工许退件，叫咱去修改吼、哦。咱改改去送去，然后一礼拜去退件，送第三摆，美国较同意讲哦好，恁差不多改了完满啦吼，会当去公布实施吼、哦。所以。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我爱台湾，我摕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身份证，唔是摕这张，啊、哦，这张是中国人哦，啊、哦，啊，这身份证的申请书哈、哦，好，这日数没在。那么，我对咱本土台湾人有一挂期许啦哈、哦。过去咱看这张球啊哈，这是成功大学来的这张。即阵我甲比喻做中国国民党这个国民党政权，伊定义来台湾，吼、哦，迄、那个根吼、哦，安尼足深的定义来伫咱台湾，盘根错节，伊足侪条啊卡，黑道迄落、那個、黑道白道吼，拢伊的组织足绵密的，绵密到林长只吼，伊、哦、的指挥系统，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哦，透过伊个军警情特，包括伊个民众服务站，渗透到各行各业、各基层，哦，来到林长遮，哦，所以足稳固个，拍组织战，哦，一般咱台湾人会输，因为要买票足方便，啊，一道命令落去，安着钱就叫发落去，选票就出来，所以有些咱家己咧自豪讲，哦，啊，咱有。嘛有家己的电视台啊，有频道，有收音机，哦，还、啊、有报纸，讲三民，啊，咱有三立电视台，有民视电视台，有自由时报，哦，简称三民制。咱一直咧干咩？哦，干咩就会倒啊？袂安尼遐较久啊？吼、哦，民视嘛十外年啊，
应该要二十年，但国民党嘛无倒。你敢咪敢那这张大张树尾咧做风台呢？上计是即树尾即叶啊落一挂，也就细微断去。这个主干甲伊个啊较紧，木甲安然淹入袂倒。那么咱台湾民政府来遮上个正港尾，甲咱台湾人个头港洗好清气，吼、哦，甲国民党遐毒拢甲排除。但是这毒当然无法度讲三江两梅啊来两届就清了了。你敢那伫个足大个笨蛇山，国民党伫咱头口下笨蛇山下六十几年，这个笨蛇山太大地，拢叫咱三江两梅就清了了，这无遐紧吼。所以你当然你。这个新台湾人继续爱读哈、哦。那么咱台湾民众来遮上个定义，就是要甲乌伊个根，要甲斩伊个根，互伊断。好、哦，国民党个要阁多少输养分输无？要阁招新个党员招无？因即摆少年人不爱加入国民党呐，大家以加入国民党为耻嘛。啥物人要加入？你若无光荣感，无人要加入。所以即摆现在。连胜文，伊那推出一个广告出来，好不好？都是由这个网民网军哦，甲口舌、苦说、甲做一挂这个好笑的哈、哦，来个消遣啊，来个讽刺。好，啊，美丽台湾哈，Formosa，Formosa就是美丽艺术了哈。啊，这有点重复，啊，就是因为咱拢讲Formosa关系，啊，这真正台湾真正有水。但真可惜，台湾七八年来拢咧做人个基地，吼、哦。伊为民政时期，吼、哦，包括这个荷兰时期，到民政、大清、日本人来，包括即马中华民国来到台湾，嘛，把咱当作反攻大陆复兴基地，有无？这七八年来，咱拢咧做人个复兴基地，真可惜，吼、哦。所以你，我若卖讲，这电玩这个是一个飞弹个试验场，吼、哦。就是这个满洲、恒春、满洲、哈、哦、东平、东海岸的这个山，哈、哦，这是我爬山翕的，啊，真了有水，啊，这个嘛有真可能，就是迄阵牡丹虾事件，遐日本的渔船，哈、哦，走为着登陆起来的所在，哈、哦。好，阿 K， 咱是毋是准备在讲这个台湾猪问题？台湾伫1949年啦，哈，蒋介石拜逃来台湾。啊，这个台湾猪问题，我即马来想一个。过去我了做囡仔时，我住伫庄卡吼，所以庄卡边啊拢有猪条。阮爸爸妈妈有饲猪、饲鸡、饲鸭。我那高中要骑脚车要上课。我透早起来第一件代志，我先看阮的生卵还有生卵无？若有生卵，我就有荷包蛋通去炸便当去；啊，若无，就去咸鱼菜脯。哦，迄阵生活，迄个国民党来了，咱台湾人生活都歹，因为过去阮咧饲猪吼，阮妈妈因拢头个饲200公来顶台，也是掠去卖。迄阵我若要煮食嘛，就拢爱看只猪脑卖，我靠，哪煮食？所以差不多饲猪啊，饲7个月，就当掠去杀，掠去卖。但是蒋介石1949年为中国引进到尾200万只猪来台湾，互咱饲，啊，咱拢纳税金咧甲饲，啊，饲60几年啊，啊，这猪拢袂杀得，吼，对不？好，所以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对不对？我知啦吼，所以我用这题目，我拢有写六个这个简报，100几条吼。来，咱来看，先看美国跟台湾有关的条约还是法律吼。伫1867年，吼，美国的一个商船叫做罗密号，啊，也有人讲叫做罗花号。伫台东个外海发生船难，啊！这船员上岸了，迄个南台湾族个人甲抬，
美国向台青来抗议，但是台青的政府甲回讲，访辽你用北非翻译啦吼，访辽以南不在版图，那是生番之地，唔是我来管的，我来卸责安尼。啊，所以你会这样了解讲，迄阵访辽以南啊，是这个沿山公路以东，就像咱头拄啊，比如讲迄个地图，迄种是原住民高沙族的传统领域啊。迄当时，甲午战争后签这个下关条约，台清政府等于讲要卖一间厝，竟然连隔壁迄间厝啊，全部卖予日本人呀，挂牛啦，我讲挂牛，唔是因家的厝，唔是因家的土地嘛，敢卖掉？好，那么美国准派领事李里让去看南台湾十八社的头目周继度来签一个条约。伊内文基本上是讲南台湾地区非清国的领地，所以伊签一个南夹征盟，是美国看南台湾原住民所签订的国际条约。迄阵咧签的是，你知影这个头目吼，我若作为伊家的主见。所以你要跟他们讲条件，拢讲袂好势。第一届讲无好，第一天讲无好，等伊困。第二天过来，过来讲。迄阵呢，有一个翻译官，像我伊翻译官的名我袂记啊，歹势哈。伊甲这个李里让献策，因为李里让有参加到迄阵呢美国南北战争，伊就目睭歹。有倒一粒假眼球，迄个翻译官甲李里让讲，若讲袂落吼，你准甲目睭拔下，下落桌仔顶，甲吓惊。啊，所以咧讲，隔工阁讲袂好个时吼，李里让起毛歹，瞪桌啊，准甲目睭摕个下伫桌仔顶，好个，即个李里让那个这个。周继度这个头目看着，见了，啊，这是人啊，跪下，目睭会当拔落来。啊，李里让讲，瞪到啊，讲，你到底要答应我的条件无？啊，翻译官甲翻译，周继度听听，好，签，准，安尼签落来，听讲是拔起来目睭落来，瞪到啊，安尼甲签落来。哦，所以，这个南台湾族跟美国签的，这个是头一届台湾有这个国际条约哈。过来旧金山合约，哦，跟美国台湾关系，这两个是美国人跟咱有关系，吼、哦。啊，但是咱莫迄个，即卖这个新闻媒体拢咧讲，台湾关系法是咧保护台湾，咧错误吼。咱来回归历史的原点，爱倒来到旧金山和平条约，这才是正港，对咱台湾人较有利的吼、哦。这个是五十一个国家签署了。好，四十八个国家上等因的国会有通过哈、哦。那么是安那美国要甲咱台湾的地位，好、哦，这个问题来巧妙模糊啊，啊，这是美国的战略布局啦哈。伊、哦、为了美国利益，你注意看，美国所有的作为拢先考虑伊自身的利益。我美国有利益了，剩下来考虑恁其他国家的利益。好、哦，啊这。做主人呢，咱家己那要来看对方做生意要签哦，咱嘛是要签一个对咱较有利的，吼、哦，是不是？这是每一个人拢会安尼想啦，哈、哦。过来，美国嘛无要因为台湾的问题来看阿强啊，来正面冲突，哈、哦。因为阿强啊，即马经济一直好起来，哈、哦，伊的武力也好，愈来愈用起来，啊，美国嘛有需要。联共制俄罗斯，啊，这本来局势定咧变。较早尼克森政府就是有看到讲毛泽东跟苏联，吼、哦，因这个因为苏联苏修迄、那个共产修正主义，有无？啊，阿强啊，对于苏联的反苏修真无欢喜，吼、哦，所以阿强咧反苏修。所以跟苏联准拍歹感情，
所以步重兵伫边界吼，强要弯起來，吼、哦。那么即马局势阁变得转来，俄罗斯即马咧怀柔政策吼，咧、哦、拉拢阿强啊，要做迄个反美。啊，所以阿强啊，即说会使两面讨啊。美国嘛想要讨好中共，无爱甲伊拍歹感情，所以有足侪事项爱吞论，爱甲阿强啊合作，要来牵制俄罗斯安尼哈。所以啊，咱台湾煞变作敢若伊个基地啊，哈、哦，台湾煞伊个美国当作基地啊。啊，比如讲美国呐，9/11事件啊，那咧要求讲美国嘛，美国咧要求阿强啊，那爱配合反恐，哦，安尼伊就会受理。台湾给阿强啊看，就宣布讲啊，我无要卖武器给台湾啊，吼、哦，啥物啥物，台湾要求要甲我买啥物武器，我拒绝安尼。但是阿强啊，若无听话，无要甲伊配合，哇，伊就开始去发布声明讲啊，我准备要卖啥物武器，卖啥物战舰，要给台湾治理当局安尼。所以咱用，会使讲用美国当作棋啊，吼。那么美国嘛咧等待本土台湾人爱割体超过75%，啊，你会想讲啊，那毋是51%，那是75%。美国有若足了解台湾的状况，台湾人伫心软，啊，无独立思考能力，互人小可甲你洗脑欺骗一下，你着票阁要骗伊啊，啊是摕一个钱甲你买，你着心着动啊，讲。好啦，啊，都人有摕钱来啊，啊，无拨几票互伊安尼。伊是咧出卖子孙的前途。哦，这台湾人会使讲足侪人，迄个沾染着中国的这个歹习惯，见利忘义。啊，看到钱呢，子孙的前途会当卖掉。哦，这足害的吼。啊，台湾人，因中国人有时会笑讲咱台湾人无人才。啊，这吼。你若为这400年来，你甲看，所有的台湾人的人才，只要葡萄，拢差不多抬掉。荷兰人来抬一届，德工来抬一届，台青来阁抬，日本人来嘛会抬，吼、哦。尤其是中华民国蒋介石这批来，28事件，咱牺牲上惨重，无采日本人开50年训练出来这30000的精英，有蒋介石。有计划的屠杀掉，这有计划哦。根据名册哦，这一多几百台湾，蒋经国伊这个情报头子，就派伊间谍伫全台湾各乡镇区，搜查地方的头人的名册，教授、医生、读书家名册拢做好啊。所以28事件发生了，3/7，好、哦，因的部队到位了，就开始咧搜查这个头人。安尼掠，安尼抬，因为伊发现讲，即届无抬无机会，利用即届事件，甲只精英拄啊做一届招灭，吼、哦。所以咱个敖人，咱有骨气个台湾人，一日起来拢抬，抬到尾啊，剩讲较歹听个，讲较无骨气、较无敖个、较温驯个，拢啊好啦好啦，让一让。所以咱台湾人足够让，啊讲好听个讲。台湾人爱好和平，唔是，讲个较歹听，较有骨气的、较壮、较强悍的，拢用抬掉。所以遐强悍的基因、较好的基因都无留落来，都拢用抬掉去啊嘛。拢剩较软正的基因，拢较温驯的。尤其是嘛，愈来你甲看，以前咧反抗，会使讲。热水洒，吼、哦，斩头拢唔惊就对啊。但是你即马要招少年的，要出来抗议，哦，进前怎么拢招袂出来？是尾啊，马英九真正吼、哦、引起全民公愤。啊，台湾这少年的，因为网络咧传讯息足紧的，正确的真相甲讯息，因随时接袂到，袂够要国民党甲你分化。所以3.18学运吼。哦这是一个分水岭，台湾的较优秀的少年呢会起来，吼、哦。啊，咱这加这75%，就是讲加这25%，就是讲准备要国民党买票，
还是用人情关系要甲你收买，吼、哦，互你买，总共20%互你买，我起码要阁超过51%，安尼。好，那么1895年日本驶进台湾，现在受到高沙原住民族强烈反抗，啊，这个原来我家己好好的传统领域，我伫遮拍啦，吼、哦，靠山食山。我过了足自由的啊！现在他你日本政府入来了，当关西哦，叫我内乡爱搞出去哦，叫我袂使去拍啦哦。啊，这问题规栋一大堆，所以唔敢到尾来造成原住民族抗哦抗暴安尼。好，啊，这再去秘书长讲。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我们台湾人来学习啊！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众议院的演讲。啊，你注意来看，啊，大家参众议员拢徛开拍扑啊，吼、哦，讲卖这个奥巴马讲了精彩，因就爬起来拍扑啊。啊，就这两组人拢老神在在，拢无起来，也无拍扑啊。啊，咱来看这是啥物人啊？哦，那因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因是军人啊，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哈。而另外这群人拢穿军装，啊，你注意看，我拢袂笑，面啊拢变变哈。加上奥巴马欠伊花啊钱无纳，哦，啊，这是因美国的传统，美国军人不干政。你别讲，听了美国军人政变困难哦，这就是因为西点军校啊，人家来今后的传统啊，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军队是由文人政府所组成的政府啊，这个总统来指挥啊，啊，但是爱经过参众议院的授权怎样哈？那么建军爱经过参众议院授权，好，过来。另外，这组人因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法官因未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来鼓掌，因为因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面，哈、哦，司法爱公正，伫咧天平顶管。所以你看因的司法部门，因有做一个雕像，哈、哦，或者司法女神。这个女神是，那个用一个毛，那个巾啊包个。蒙面哈，蒙眼呐、啊，啊，一只手也剑，一只手也啥，天平，好、哦，蒙着眼睛代表啥意思？讲我这书啊是公正的，我无咧看你是新啥物新闻地位，还是亲戚朋友无，叫我调来。啊，剑代表正义，你呐作奸犯科，就是用剑甲你修理意思。那么你伊要判决，有一个天平。哦，来代表伊是作公平的，无偏原告还是被告，安尼，吼、哦。所以因袂使伫奥巴马，因为奥巴马是等于受监督的，哈、哦，所以因也无表示意见，无拍扑啊，也无徛起来，哈、哦，无咧甲扑，无论你虽然你总统，我无咧甲你扑对。好，身份角色错乱的台湾人谢长廷，哦。建华一中，啊，这长廷哦，啊，伊真正一路上伊政治路走走停停啊。另外，伊看阿扁啊，看迄个包括林郑杰，因较早台北选的台北市市会议员，因就是三剑客哦，因就是执行完那种足精彩，好、哦。啊，迄届国票当选第二届，谢长廷就想讲，啊，我票较济吼，啊，分一寡好人啦。安尼无彩无我遐票会当选蓝色个，我一直安尼讲哦，我迄届煞最高票落选，所以伊个政绩落单搁停咧。啊，第二届我即马选立法委员，哇，伊个最高票当选，伊个票声会当两个人个票声，所以连牛哥讲啊，我分一寡票人，我毋免遐济，我伊个最高票落选。啊，个人我要选台北市长，看阿扁啊咧民进党党内初选。我阿姨说输阿扁啊，但是伊嘛真算真有度量。伊阵做阿扁的台北市长竞选总部的这个总干事哈，啊，甲阿扁啊塞入去
迄个台北市政府，迄阵最有名做迄个，甲赵少康每日一问，问甲赵少康吼，我们倒吼。啊，谢长廷咧讲宪法一中，煞甲咱台湾人包伫中国嘅一中内底，而且就作为阮咱台湾人嘅意愿啊，吼。过来，蔡英文讲嘅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嘛是错误的。你看，谢长廷跟蔡英文拢做过民进党的党主席嘛，哈、哦。那么阿扁也嘛做过党主席，阿扁也嘛讲，为了要选2000年的总统，为了要救中间选民，伊借着一个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所以现在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人会作秀说，啊，我们中华民国呢？啊，你看，是不是我们民进党跟你说的，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自己也在说，民进党已经认同中华民国，好，啊，更奇怪，民进党他常要说，以前常在说，台湾要变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等于就要独立出来。啊！因即卖认为讲已经独立啊，只是即卖名叫做中华民国。啊，但是即卖嘛还搁咧讲台湾爱独立。啊，到底你是独立啊未啊？你讲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即卖还搁咧画台独，啊，这毋是矛盾吗？好、哦。啊，台湾人吼，迄、那个民进党甲国民党联合洗脑，已经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所以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人会受气讲：“啊，阮中华民国呢？世界有两个中国呢？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阮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啊！即嘛作个列军头壳，原来有民进党甲生了吼，原来咧捍卫中华民国吼。哦”所以台湾人迄种骗，迄种洗脑。所以足需要来遮反洗脑，啊，把遮毒甲洗倒转，洗好出去，哈。那么阿扁啊担任美国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伊做8年，经常接获美方指示行事，根本伊是一个美国伫台湾的代理人，等于美国总公司派来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尔，哈。所以咱来看，伫2006年6月26日。美国 AIT 的前处长叫做杨淑丽，捌伫总统府训示阿扁3点，另外用帮我训示啊，跟他上级指导单位来下达指令，好、啊，唔爱用训示啊。啊，属实台湾地理当局的头家就是 AIT 啊，当然 AIT 来到总统府，甲阿扁也讲用训示哈，训示哪3点？伊讲台湾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过来，台湾人袂使公道，哦，你公道就是打着美国的红线，所以迄阵阿扁也要推翻公道，美国就出兵，甲动吼。啊，你唔讲，啊，恁美国人号称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民的选择，啊，那无法互阮台湾人公道，啊，这就是美国人知影讲。台湾人一半以上又洗脑做中国人，所以不要你办公道哈。而且，佮讲台湾地位未定，你莫啥咧乱说，讲要独立哈。啊，台湾未定，将来要安怎定，是我美国政府咧处理的，其他的国家，包括联合国无资格哈。所以联合国无法度处理台湾问题，嘛是爱美国跟咱的日本母国来协商，靠我都。处理哈，好。对，这1952年的中日台北会内底拢无写着讲，已经把台湾甲澎湖移转主权予中华民国，吼，无这个文，无这个字，吼。所以较紧，你若去甲中华民国讲，啊无你摕一啥物文件摕出予阮看，讲啥物时间点，对一天，对一年，对一日，有签一个主权交换。割让、
移转的条约，提翻看嘛，加进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无在条提出来，好、哦，咱干那民间土地买卖都要写契约书，不不，还可以火箭事务所办过户，对不？拢无啊，国民党拢特别出这物件，好、哦，也无好耶。而且伫1949年，国民党中华民国死啊，免啊交接，免啊点交，你免啊点我一个死人，免啊过河去。好，那么是按那旧金山和平条规定，台湾甲澎湖只能放弃，不能割让。我、啊、这都跟辽南奉天反南条的讲这意思。辽南这个奉天的辽东半岛本来割让给日本，尾啊，搁订签一个辽南。奉天反南条约，因为辽东半岛是大清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虽然你写挂出去，但是不合国际法，哦，所以那个德国、意大利因三个国家反那个抗议，所以日本佮跟大清佮签一个辽东反南协定，佮定佮行得等去，好、哦，啊，这是迄阵的条约，迄阵就规定讲。伊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所以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哈、哦，逼日本伫十月七日跟大清帝国针对辽东半岛签订一个交还条约，哦，叫做辽南奉天反还协定，哈、哦。但是这个不割地就赔款，哈、哦，你既然挂袂出来，所以迄阵这个反还条约内底佫规定讲。大清爱搁3000万两个这个贫苦银，爱搁交日本。哦，啊，歹势，我今仔时间到超过哈。好，我讲到这，以后有机会搁来向大家报告。多谢各位，谢谢。